中时旁边无人照顾助念，应该如何自助自救？这可是一个大问题。能够意识到、警觉到是好事，那应该怎么做法呢？自己认真努力，做到临命终时不需要人照顾，不生病，晓得哪天走。啊，走的时候要告诉大家，给你们辞行，我什么时候走？你说这个多自在。那这种事情，不但对你自己有利益，你会教化很多众生。那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哇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念佛的人也念佛，啊，那些人度化很多众生。啊，所以真正是自心化他，不需要讲经说法，我做样子给你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，1977年，30年前。那个时候好像香港这个何东就是的母亲啊，往生没多久，大概好像不出5年，因为我们李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，啊，何东就是母亲往生，他就开往生大会，招待记者，预知时至，他们全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可是何东觉寺很孝顺母亲，家里也供佛堂，啊，所以他们家里是多元文化，个人信仰个人的，彼此不干涉，能够和睦相处，也很难得。老夫人临走的时候，把他儿子媳妇叫过来，说我们一生我们家里宗教自由，啊，彼此都不相妨碍，非常好。他说我今天往生了，我要求你们最后念几声佛号送走。他们的儿子媳妇也都同意了。去往生那天，看到他老太太这是盘腿坐在那个地方走，以后全都归于佛门了。他们家的那个房子就现在是东研究院，东研究院就是何东觉寺房捐献出来，这个供养这个佛教。那是老太太一生，你看都不说话，临终做出样子给你看，度化很多人呐。我们在香港、在台湾都受到影响，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这就问题解决，不需要人助念，不需要人关怀。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？没有别的原因呢，放得下而已啊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放不下，别多说，誓言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。念佛人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都不攀缘，事出世间事稍许有一点牵挂就去不了。这个一定要记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你才有福啊。这个自在往生的人福报第一大，一生当中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，福报就在临终这一刻来享受，平常不享福啊，临终的时候享这个福啊。
我们一般人稍稍修一点福，赶快就把它想掉，不但想掉还透支。你在临命中是有病苦啊，病苦是不是你福果福不够啊？所以要想临终走得有把握，你一定要断恶修善，要积功德。临终的时候遇不到善缘，怎样才能保持正念？临终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善友助念，是一个未知数。大多数人临终的时候遇不到善缘，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，太可惜了。所以总得要自己在平时啊养成，自己真正有把握往生。即使在美国，最近这20年来，念佛往生有很多好榜样，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所以我们要想在临终保持正念，平时念佛就是训练，平时是练兵，临终是打仗。成败就在临终最后一年。如果真的很想往生，但往生时没有缘，没有人助念，该怎么办？可以用念佛机，那个日夜可以不间断，提醒自己要真正想往生。是在讲呢，条件并不要很多，有真心，有真的愿，真正肯念佛，想见阿弥陀佛，要具备这个条件。既然是真信真愿，你要把这个事情人情事物统统放下，你才能取得成。虽有真信切愿，这个世间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那就是一条绳丝拉住你，你就去了。那么世间最难分难舍的，不外乎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亲情，一个是财产。这两样东西啊，要放得干干净净，心里头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，你往生没障碍。要放下，不管是多少，只要有一丝毫牵挂了，往往就这一生不能往生，那是比什么都可惜。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往生，就是放不下。你要问什么时候放下呢？现在就要放下。不要说哎呀，等我临死的时候再放下了。现在放不下，临死的时候还是放不下。命中时没有人来助念，家亲眷属不信佛，不相信这一套，
该怎么办？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往生净土，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。怎么样往生呢？你一定要了解现在社会状况，不能生病。这一生病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，要受别人摆布啊。医生护士冤亲债主非常麻烦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有很好的同参道友，他来保护你，来照顾你。万一到临命终时没有这种人，你怎么办？你的家亲眷属不幸福，不相信这一套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在近代最近半个世纪之内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有许多在家出家念佛往生，欲知实质，没有病苦，说走就走了。这是我们的榜样，这些人是来教导我们的，给我们做示范。我们要有决心，要有信心，跟他们一样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我总是希望我们同学能认真努力，不要辜负这一生。无量劫来，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最后都是迷惑颠倒。西方极乐世界没去得成啊，临命终时还生病，许多人关怀助念也没用处，依旧是随业流转，还在搞六道轮回。希望这一生当中呢，要有高度的警觉，不再干这个傻事，不再干这个傻事，现在就要放下，现在就要学老实念。把老实念当作我们日常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不值得一提。怎样才能真正有把握自在往生？怎样的人往生时可以不需要别人助念？要想我们自己这一生真正能成就，成就最稳当、最可靠、最快速、最简单的，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最有把握的。善导大师给我们说，善导既然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那他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扬的，万修万人去。
我们今天的人生遇到佛法，又听到了净土法门，只要能够相信前面跟诸位所说的，你能够专心，能够守仪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临走的时候不生病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这真自在啊。无需要靠别人帮助啊。我们讲的这些例子，这些人往生都没有要人助念，那不求人嘛，只有自己功夫做得不够，这才需要求人帮忙。求人帮忙那个问题不简单，你遇的缘是善缘还是恶缘？善缘大家帮助你往生，恶缘是找麻烦，来帮你助念的意见很多，那就麻烦了。可能呢，对你往生就产生障碍，非常非常的可能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所以啊，认真努力来修行，知道自己把什么，把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，肯定为我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第一桩大事，其余的都是鸡毛蒜蒜皮小事，随缘而已。家中只有自己修行，请问现前如何修因，临终才能达到不受摆布，自在往生？这个问题好啊！修行人应当有这样的志向，我们看到过去有许多功夫得力的人，临命终时欲知时知，自在往生。近代也有，可见得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要知道怎样修法，可以仔细观察那一些成就的人，他们修行那个样子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在我们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位，地贤法师那个念佛的徒弟，没有出家之前做锅炉匠的，你看看人家只念了三年佛，站着走的，走了以后还站了三天，等他师父替他办后事，这是真有功夫啊。这个人一生是做苦力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因为生活太苦了，找到他小时候的玩伴，地贤法师是他小时候的朋友，在一块玩的，都是生长在乡下的。他出家做了师父了，
好不容易找到他，跟他出家，知道这个人间太苦。老和尚看到他不认识字，人又很笨，早晚两堂功课都学不会，所以寺院道场他不能住，他住了会生烦恼啊。给他剃了头，叫他也不要去受戒，也不要学经教，也不必去学金灿法寺，到宁波乡下找一个小庙没有人住的，叫他去住，住在那个地方，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教这么一句。他说你呀，老实念，念累了呢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将来准有好处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，这个人能成就，老实听话。住在这个小庙之后，地老法师他有声望，他也有道行，信徒很多，附近找几个信徒照顾他，护持他，给他送米，送一点油盐，照顾他的生活。他就这一门深入，一天到晚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了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念上三年，他成功了。他欲知时知，在小庙里面有一个护法，是个老太婆，替他烧饭，烧两顿饭，中午晚上，早饭他自己去做。这一天他离开小庙，到城里面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，回来之后给这个护法的老太太说，他说明天呢你不要来替我烧饭。这个老太太心里一想呢，师父通常都不出门，昨天出了一下门，可能是有朋友请他吃饭，那明天不要我来烧饭。到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他不放心，还到庙里去看看，结果看到师父站在那边，叫他也不应。那走到面前仔细一看呢，死了，站着死的，赶紧找别的护法商量，给关宗寺地老法师报信。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，走路啊，走过去再走回来，三天站了三天。人家为什么能成功呢？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三年就成功了，业障消除了。这是真有本事，真有功夫，没有别的原因，万缘放下，有丝毫挂碍，你心里头丝毫牵挂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不得自在。道理就这么简单，看我们自己肯不肯做。那第二个我们印象很深刻的，哈尔滨极乐寺的
修无法师。你看看这个《隐城回忆录》里面记载，他没有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，都是做苦工出身的，也不认识字。出家之后，在常住里面做工，伺候大众啊。这个我们一般讲修苦行呢，平常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韩旭法师在北方建了几个寺庙，哈尔滨极乐寺也是他老人家创建的。寺庙建成之后，他做了一次传戒的法会，这是佛门法会里面最大的传戒，请地贤老和尚做德戒和尚。传戒需要人手帮忙啊，到处找人。这个修无法师来了，跟这个谭老还有建院和尚当家师定西法师见了面。定西法师问他，你能做什么？他发心在戒期当中照顾病人，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啊。戒期当中伤风感冒就小毛病啊，需要人照顾啊，那他来伺候。住了两个星期，他又去找谭老，定西法师也在旁边，他向谭老告假，他说他要走了。谭老非常有心修养，很慈悲，你有事情走啊，他不责怪。定西法师在旁边听了就沉不住气了，你发心到这个地方来照顾病人才两个星期，传戒嘛大概才两个月的样子嘛，最低限度要到戒期圆满你才能走啊，你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？责备他。结果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他说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两位老和尚看到了，好，这紧张了，这个不是普通事情了，就问他哪一天去啊？他说大概不出半个月。给玉贤来告假，不出半个月，而且请求定西法师给他准备200斤劈柴，就是柴火，准备往生之后火化用。这常住都答应他了。到了第二天呢，他又找老和尚，什么事啊？那老和尚，我今天就要走了，赶紧给他在寺庙后面找一个房子啊，临时搭一个铺。他盘腿坐在上面，他就跟这个定西法师说，能不能找几位法师啊，帮我助助念呢，送送我。当然欢喜的人很多，许多人帮助他助念。那么在助念的时候，这助念的人向他说，他说从前这些往生的人呢，都做几首诗，做几首偈，留给后人做纪念呢。他说修无师啊，你也应该给我们做一点纪念呢。修无师就说，他说我没念过书啊，不认识字啊，我也不会作诗，也不会作偈。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老实话，
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修行一定要认真。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得假。那么这几句话的开始，虽然言语很简单，大家听了的也觉得很有受用，于是就给他念佛，念不到一刻钟，他就走。那么这个是属于近代的，那么更近代的了，过去我们在台湾，我们也听说有几位在家的居士念佛欲知实知自在往生，大概在30年前，我有一次在佛光山举办大专佛学讲座，我参加。那晚上月光很好，我们在这个放生池旁边呢赏月，有不少同学，十几位同学跟到我在一起，我们坐在那里讨论佛法。没多久呢，有一个工人走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头，佛光山的工程很多，所以他有长工，常年雇用。这个工人呢跟我们讲一个故事，在当时他告诉我，就在前年，时间隔得很近，他们乡下，他是住在将军乡，乡下有一位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太心地非常善良，慈悲，欢喜帮助别人。在世的时候，他也分不清楚什么叫佛，什么叫神，凡是哪个地方有庙他都去拜，就烧香拜佛拜神。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就劝他的婆婆不要去乱拜，家里设个佛堂，劝他在家里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这个老太太很有善根，听媳妇的话，所以就不乱拜了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了3年。儿子媳妇都非常孝顺，这一天老太太给他的儿子媳妇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就是你们先吃饭，不要等我，我去洗个澡。那么他们家里人还是等他来吃饭，等了很久，奇怪，怎么洗澡洗这么久啊，我去看看呢，他确实是洗过澡，浴室里没有，房间里也没有，最后看到他在那个佛堂小佛，穿着海青，整整齐齐，手上拿着念珠，面对着佛像站在那个地方，动也不动，叫他也不答应。仔细再一看啊，他往生走了，站着往生。在家的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了，站着往生。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，他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一天晚上我们把佛法就放下来听他讲开始，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，
如何能念到欲知时知自在往生，站着走坐着走，自在往生，没有别的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向佛，你就成就了。有丝毫放不下，那就是魔障障碍你往生，甚至障碍你念佛。这些例子我们亲眼见到的，亲耳听到的有十几位啊，那听说的更多了，这个都是最近的，最近这30年之内我们见到，所以这个事情是真实，一点都不假。临终前时间很短，怎样才能在没有助缘下有把握能自在往生？大智度论28卷里面有这么一段开示：临终少时，能胜终身行列了，以蒙利故，如何入土？这句讲的是，一生当中虽然没有真正用功，临命终是时间虽然少，时间不长。这个时候要真正肯干的时候，就能胜过他一生的修行。一生没有修行，胜过他一生修行。为什么呢？他日夜不间断集中精力真干，这个真功夫。所以缘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个缘稀有，不容易遇到。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那我们自己就要珍惜。我们临终有没有这个殊胜缘？这个太难得了。没有这种殊胜缘呢，那你自己在平常叫积功累德，那靠自己，靠自己成就的人例子很多。不需要靠作念的，你看地仙老和尚跟我们讲的，锅炉匠没人为人作念的，自己走的时候站着走的，那他们很熟悉还是认识的，是修无私。修无私临走的时候几个人助念，那他成功了，他欲知时知啊，那是找几个人助念的时候，是他示现给人看的，功夫成就的。我跟诸位讲的这个都是事实。将军乡的这个老太太站着往生，念佛3年没人做念，旧金山这个甘太太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个老太太，晚上坐着往生没人知道，也没人做念。眼前的这个深圳黄忠昌居士没人做念，这么多的例子在眼前，这个都是不远，眼前很多啊，不止这些了。
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往生，我在新加坡这亲眼看到的。啊，那个助念是我们培训班的同学，大家发心啊，轮流，一班四个人轮流。他预知时机，三个月之前，在一张纸条上写日期，好像是八月初七吧，往生，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。啊，家里人也不敢问他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八月初七那天他往生，才想的，三个月之前他就在写。这个都是明白道理了，经听得多啊。陈光别老居士学佛事务繁忙啊，也没有时间听经啊。这个年节法会呀，偶尔到庙里来烧一支香，生病的时候。生病的时候不能上班了，在家里养病，没事情就听经，一天听八个小时，听了四年。我讲经那些录像带啊，搬到家里去听。这个四年的时间，弥补了他一生。他成功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一切放下了，一句佛号念完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所以要晓得临终时间虽少，他用功努力，勇猛精进，超过一生。老法师说过，台湾有一居士曾在念佛堂当过维诺，可是临终时却不喜欢听佛，把助念的人赶走，应如何防止这种障碍产生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虽然一生念佛，但是对这个世间呢有留念，舍不得离开家亲眷属，是不能放下他的财产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显示出来是贪生怕死，贪生怕死还是要死，他也没有延年益寿，还是死了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这个警觉平常对生死这一关要看得淡，对世缘要看得淡，决定不能够留恋。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人老的时候就要想到快要走了，应该如何来处理后事？后事处理完了之后，心就放下了，走的也会很自在，你念佛功夫也会很得力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是你有执着，你放不下，这个很糟糕。弘法利生也不是真的，也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说放下就放下了，你才得自在啊。所以佛教导我们随缘，
这两个字好啊，绝不攀缘。随缘就是什么？恒顺众生啊。有机缘，我们会很认真、很努力去做；没有缘，念头都不生。你说这个多自在？现在有些人说，这个没有机会，要怎么创造条件、创造机会？那是攀缘。佛教我们随缘随现成的，绝不加一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，这叫真随缘。这一生修念佛法门修得很好，可是临终业障现前，不要人来助念，请问这时候该怎么办？只好随他去了，还有什么怎么办？有，我曾经见过，平时念佛念得很好，临命终时贪生怕死，不肯让人助念，听到阿弥陀佛就讨厌。确实有，但是他还是死了。那么这种人死了之后，我们想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桩事情要在平时帮忙，临命终时来不及了。所以念佛人对于教理不能不通达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，人决定不是只有一生的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。我们今天讲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现象，明了这个现象，生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，死也没有什么恐怖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人，我们都明了，生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，那么样的自在，一丝毫恐怖都没有。食身受身就跟穿衣服脱衣服没有两样。我身边有一位70岁的老居士，他人很老实，皈依时间不长，现在脑萎缩，吃喝都需要人帮忙。没有生病的时候，他说临终叫我助念，我满口答应。现在病重，我把佛像、念佛机都安排好，他很欢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病不发展了，他也不念佛了。我去看他，听到念佛，他就心烦，不爱听。我怕他生嗔心，以后就不去了。请问应如何帮助他？果真呢，像你这里所说的，你不去，也可以。或者呢，从侧面呢，去探听一下，看看他境况如何。这些是属于业障现前。过去我在台湾呢，也曾经遇到过。在讲经的时候，好像我也曾经提到过几次。从前圆山灵济寺这个念佛堂念佛会副会长林道奇居士，
是个非常虔诚。那么他的法器都很熟，念佛会每一个星期集会念佛，他当为诺临终念佛。临命终时，他也是癌症过世。临命终时，和这个老太太一样，听到佛号就厌烦，不准人呢给他念佛，这业障现前。所以我们听到了、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也把它当作佛菩萨示现来看待。由此可知，平常消业障这一桩事情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。到临终的时候，业障现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真的是神仙都帮不上忙。业障一定要在平素认真去消除。消业障的根本，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提示，也互相勉励，业障的根就是自私自利。是非人我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业障的根啊，这个根要不断，要不把它拔除，我们念佛都不能往生。纵然临命终时没有这些魔障现前，也只能够生三善道。要想破离三界往生净土非常困难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口头禅呢，那个话我们不要把它轻易看过。放下身心世界，老实念去，这个话重要啊。真正念佛想求生净土，你这句话要牢牢记住。在没有人助念的状况下，平日要怎样做才有把握肯定往生？古大德常说三杯九品，说的很多。我讲这部经，我说了一个与古大德不一样的一些话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把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道理、所讲的教诲，我们100%的做到，肯定是上上品往生。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到，只能做到九成，还有一成做不到，那就是说你能做到90%，还有10%做不到。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中品往生。如果你只能做到80%，20%做不到，那往下减嘛，你就是上品下生。这样的一级一级往下递减，减到最后啊，下下品往生，那至少要做到20%，80%做不到，可以做到20%。
下下推拉扯。如果这20%都做不到了，那往生就很难说了，你没有把握了，那就全靠临命终时你的运气了。他运气好，遇到善知识帮助你助念提醒你，也许能往生。临命终时缘要是不好，自己没有把握往生。我们今天要求的是自己有把握，在没有人助念之下，没有人帮助之下，肯定有把握往生，那就一定要深结义趣，依教奉献。地藏经说，善男子善女人临终都会有无量鬼神来障碍，何况待业众生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，不要轻视小小罪业，能障圣道。又说，若有人每日念千声地藏名号，念满1000天，能得鬼神拥护，临终就不会有障碍。修念佛法门，为临终不被鬼神来障碍，每天也念地藏名号，每日念千声，念满1000日，请问可以吗？是否杂修？可以，不算杂修，这个算作助修，因为你是有期限的，1000天啊，每日念1000声，念满1000天，1000天是3年。你在初学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做助修，用念佛为正修，正修是净行圣，是我们一生功夫一天都不能够缺的。助修呢，用3年，这个方法可以，这个不算夹杂，也相当的赚。啊，行。那要不念行不行？不念也行。为什么呢？专念阿弥陀佛，鬼神都尊敬阿弥陀佛。专念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，鬼神不会来扰乱。我们此地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往生，他的冤亲债主到这个地方来皈依，说得很清楚，而且人数很多，都是陈老居士的冤亲债主。他们看到老居士念佛往生，心里面非常赞叹，非常羡慕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这些冤亲债主跟着法师到居士林来，因为他们没有恶意，居士林的护法神没有拦阻他，放他进来。他们进来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求皈依，一个求听经。陈光别居士没有念地藏菩萨名号，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